好，我这光怎么样？哎，光还可以。嗯，那我就坐这里吗？好。好。哎，我第一次是这么近距离这样直播的。我们快手都用这个直播，也有用那个。你坐这边吧，坐这边，他这个你挡着自己不舒服。没关系，挡着你不舒服没事，我坐这边。因为他们天天看我，天天都看得见。哎，你来直接瞬间涨了，现在直播间里是111万。哎，你这是不是美颜？同时啊，有人都买颜，我把美颜关了。下巴太尖了吧？啊，对。那你先别进头，我先给你调了。我美颜了，你就我不会调，我没事儿，我不靠颜值吃饭。没事。咋调来这玩意儿？大脸，恢复大脸，行，这样可以 ，OK。你看这样好受了吧 ？Hello， 我是丫丫佟丽娅。哦，再调美的不给他，那瘦脸调美的。可以，没关系。你不要性格那么好，好不好？你性格高。